我是陈婉君，金牛座小资女，今天刚满29岁。大家都说逢九不如意，但我不信，今天依然是努力奋斗的一天呐、啊！搞什么飞机啊你？但事情总是和你想的不一样。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，请稍后再拨。Remember。最近有在学书画，每天呢、啊，与闺蜜的共同话题渐渐少了，不再像以前一样能畅所欲言。我是猪队友啊！希望今年可以赚大钱，应该不可能。那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回家。婉君，生日快乐！婉君啊，我知影你平常时啊吼拢较无闲啦，不过今日你生日呢，啊，你男朋友够找你去吃好料的庆祝一下哈。啊，你面色看起来较少歹看啦。有啦，我们有出去玩啦。我只是忘记开美机模式了。美机？什么美机啊？哎，对啦，我有寄一箱面膜要给你呢。什么面膜？你会记得咱咧隔壁迄春花姐嘛无？伊甲我讲吼，咱人忙老吼，嘛是爱照顾家己，爱家己啦。哦，伊送我这面膜。袂歹用呢，明仔我安尼敷上去哦，迄整个面安尼金闪闪，好偌水的，拢不一样啊呢。吼、哦，我咧想讲吼，我寄予你吼，啊你会当敷一下，明仔啊，我吼去菜市啊吼买菜，迄菜市啊欧巴送、欧姐送哦，拢加送我葱啊啦，吼蒜头啦，好够欢喜啦。伫台北哦，爱好啊照顾家己啦，有听到无？啊无吼，我看你归去回来啦，我爸爸妈妈给你饲啦，好无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吼要来敷面膜啦，啊你有时间哦，爱回来哦，吼。好啦，我有空会回家。最想念的是家与家乡的味道。在异乡打拼的我们，都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爱自己才有能力照顾别人。Dr. Joe 系列面膜，亮光彩，找回我的自信光彩。哦，就是我呢，最后加维他命 C 哦，对皮肤就好个啦，还有32颗精华液呢。